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南无菩萨。
家请坐低。
受用佛子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子婆罗门等于佛塔寺火灾前来至菩萨身闻彼此佛像供持银般供养菩萨是国王等当得三界为地牺牲受生妙乐若人一次不是佛力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世界中上辈大梵天王佛是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子婆罗门等于现佛大妙我自今生为外婆罗来人发心修不是国王等我自应般过劝他人来自百千人等不是皆缘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光身如是他人同不是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人人与他妙见法为相信若是国王乃至主人今成佛道一次国宝无量无边佛子地藏每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边及生成佛律若一年间知道此心不是一要一是我只是令难了如是佛力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金具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问苦生佛起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不思我佛无量根本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西方转轮自宝是故地藏不劝众生当入实学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生难舍三德愿于佛法中忠孝善根毛发沙尘等是所受佛力不可为于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形象菩萨形象彼此佛形象转轮观形象不是供养的无量佛藏在人间受生表露若人为想法界是人佛力不可为于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或听闻一字一句发音中心赞叹恭敬不舍供养是人无大国宝无量无边若人回向法界不可为于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塔寺大乘经典行者不舍供养真理赞叹恭敬何者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不以你我度法行或劝多人同共法行若是等辈三世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贪欲之人常为轮王欢以三法教化诸小国王佛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菩萨摄或藏匿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粒若是善事当然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生妙乐如当回向作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则果即三生受乐所依的完报是故
赞舍帝利婆娘婆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所愿身中世尊是地藏菩萨于念菩提有大应验若闻说佛前观音弥勒一化百千神心度于六道其愿上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结束六千百亿恒河沙世尊国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诸木作其磐石石中能树花来自金银铜铁坐地藏形象烧香供养赞礼赞叹世人居住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是以这土地逢人而这家在永安山这千万神天使这心存一生无这所求随意留着无水火灾其这时候比出把这杜绝噩梦就这出入神不虚者多于神因时准未来时中即现在众生若人于所住处方便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佛拜佛言时准未来时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清净及菩萨像世人等能转得清净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无实力来自水火道尽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见老地神如大神力诸神少集合一国阎佛土地西蒙如我来自草摩沙神头马作为古密宝贝兄弟而有皆因如理有生怎样地藏菩萨利益之心如此功德皆也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皆转多少经但也地藏本愿经已是修行者如一本神力而永无止莫令一切灾害皆不如意识皆满于耳何况灵兽非但如多不是人果亦有其凡眷属诸天眷属永不是人何不得如是身现永不真理地藏形象皆转多是本愿经过自然毕竟处理苦海真理烦恼亦是自古的大永不皆门里一品第十二十四尊从地门上光法清光一大号相光所谓百号相光大百号相光瑞号相光大瑞号相光一号相光大一号相光字号相光大字号相光清号相光大清号相光碧号相光大碧号相光红号相光大红号相光绿号相光大绿号相光金号相光大金号相光青云号相光大青云号相光前轮号光大前轮号光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光日轮号光大日轮号光月轮号光大月轮号光宫殿号光大宫殿号光海运号光大海运号光于平门相仿如是等号相光也从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我今日与大
道的殿中，天人赞叹地藏菩萨如来殿中的夜灯色不思议色超生云色真实地色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是于心为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中坐而起，无愧合掌，拜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过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皆不思议，为甚至力。我们随顺于十方无量诸佛以口同意赞叹地藏菩萨言：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起功德又不能及，相知有梦世尊普告大众于尘扬地藏利益等身为愿舍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菩萨一心，临天龙八部赞礼国佛，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音缘，若天若鹿若男若女若神若鬼，来自六道罪过众生，闻无名界见如行者，念无如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生曰：无上德，彼不退转，转生人听，举手妙乐，因果将受于佛手界，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觉天龙八部，听我宣说地藏菩萨摩诃耶利耶者是，如当地地无尽所知，观世音也为人世尊，愿了愿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佛经，有我所相信，化有多云过道众生，不是听人若男若女当心相识，化见地藏菩萨形象，化闻地藏菩萨名一真一理，是诸天人尊正典佛，受戒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法以佛饮食宝贝阎罗菩萨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佛慈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怜悯众生，等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第二等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果，何况怜悯众生，父母眷属将生命中人实在财物，宝贝衣服书画地藏形象，化世病人为众者舍，言而见闻得到眷属将实在宝贝等，为觉知身书画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若色也包和受众品者，真是功德身皆属于寿命真义，世人若色也包明镜，应有一切罪障一障，何故不罪见真是功德命中者，何皆生人天受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佛这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难事累人，化如菩萨，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往世父母乃至往世兄弟姐妹，时人年纪长大，所以父母记住眷属，不知落在何处，生何时节，生何天种，时人若人说话，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真一理，一日之七日不退初心，文明坚信将你供养，世人眷属家应也过多个居士，既当结束生死男女兄弟姐妹，说话地藏形象，
赞美功德深解解脱圣人天中受身妙乐圣人眷所如有佛力也圣人天受身妙乐者皆成是功德专正神力受无量乐舍人更能三七日昼一心赞美地藏形象明其明其满愿万遍当得菩萨现不变身具告世人眷所神界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所更能被于念菩萨明前遍及于前愿世人当得菩萨现所在土地鬼神众生为故现身一时奉以无著疾苦乃至恒心不入其门何况其身世人必尽得菩萨摩顶受尽佛则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心于传离三界者是诸人等前地藏形象即闻名者作心皈依佛以香化以佛宝贝饮水供养赞美十三男女等所言所求永无障碍佛子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世等等皈依赞美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佛言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无我生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戒佛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正中发菩萨以心于度于生中于明悉教示灵所玄德玄王东经莲月不能读诵十三难者但有数业障未得消除不与大乘经典不读诵心如是者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追以本心恭敬成拜跟以相欢以佛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精髓以真经以安菩萨前人口合掌请佛挥手向南令入口舌舌心见证佛随即彼身母心就如邪淫妄语皆作善以七日过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莫变身于是人诸受灌顶睡其人梦觉尽我聪明因是坚定一粒耳根鸡蛋用鸡根不完舍一句一句佛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一世不住求则观愿我多精进我多穷水家财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欢喜多来无生睡梦作见多有进步若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心佛心恭敬念满完毕舍诸不如意识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奉以来自于睡梦中悉皆安乐佛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化缘则生化缘共生化缘生死化缘即是如山林中波涛火海乃至大水化尽仙道世人现大念地藏菩萨名万遍说过土地为神为国心主作我拥抱感乐来自风雨无量舍者一切毒害不能顺之佛告观世音菩萨
舍地赞菩萨于应菩提有大愿，罗娑于诸众生皆蒙利益等十百千劫中所不能尽。是故观世音怒以神力，了不所尽力所不所知，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无观地藏为神力，恒河沙劫所能尽，皆蒙真理以念经。利益人天无量寿，若男若女若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作行皈依大舍身，寿命转增除罪障，受持佛门恩爱经。为者浑身在何处？群体皆没记住，生长以来皆不是。佛树花花大师生，每年赞礼不赞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先不遍地。舍弃眷属所生界众多恶趣寻求利，若人不退时出现，结果莫定受生界。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处理三界苦。世人即发大悲心，先当赞礼大舍身，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自弃。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求平安，随力所欲，不是以玄多玄妄多非是。世人有业障花故，欲待心经不能解，供养地藏以香花，以佛以食诸万劫，以净水感大师前，一日一夜求佛者，发音中心生不信，就如其因即妄意。三七日内无杀害，则行十念大舍命。即于梦中见魔变，觉来变得离根儿，因是今教离而闻。千万生中永不闻，一时大舍不舍已。能舍世人我舍为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在穷水眷属里，睡梦之中心不安。受戒外围莫沉睡，则心沾礼地藏香，一切恶所皆消灭，则于梦中尽得安。一时丰饶神鬼谷，雨露山林及毒海，毒魔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阻拦阻不牢，当当真理及供养地藏菩萨大舍相。若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魔皆消灭，观音坐心听无说，地藏佛经不是以百千万劫说不尽。王玄大师如是的地藏名字人若闻，来者见相赞礼者，香花衣佛应舍土，供养百千寿庙乐，若人以此为法经，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如当机，佛告恒沙不佛土，诸类人天遍地十善，若是十转觉心色变，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埵，而作舍言：地藏，地藏，如者神力，不可思议，如者慈悲，不可思议，如者智慧，不可思议，如者辩才，不可思议，真实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者不思议身，千万劫中不能得见。地藏，地藏，即我今日在道立天中，与百千万也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一人天诸众生等，每处三界在火在中者，佛祖如律无令是诸众生多恶趣中，一人一夜何况更多，无魔见界阿鼻地狱等几千万一切无有作尽。地藏是难言佛的众生，则行我的，是我者多，众法善心，随遇
与果愿，念念增长，以十字故，我分舍弃，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独陀者地藏无尽殷勤一天人中不住如雨未来之时若有天人及善男者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堆如一道理永不使人间修无上不令退色我这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岁月报应我在我去令多去中化者满手是处众生若人面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处众生若愿神力方便就把于世人说心不变身为谁的愿请令神听受神妙乐而是时尊若说其言现在未来天人中无尽殷勤佛陀路以大神通方便多摩利多在诸佛去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不归何尊白佛言时尊回愿时尊波耶为律未来时尊若有善男者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都得舍人于生死中修得解脱何况文殊三世念念修行其人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是于社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舍尊我只知道你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甚神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经我赞你心想得几种佛力为愿舍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我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我当为如分别说者若未来世有善男者善女人请提众心想千万世经乃至多诵香华云舍一佛三宝宝舍供养赞叹赞礼得二十八种礼业一切天龙五莲二者三果日生三者皆生三业十者菩提不退五者一时逢者六者即离不离七者离水火灾八者五道尽恶九者人间清净十者身贵浊之十一者律尊难生十二者为往生律十三者断真相合十四者多生天上十五者化为帝王十六者数字名同十七者忧愁解脱十八者真所欢乐十九者诸恒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驻二十一者去处净空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千万离苦二十四者诸佛受身二十五者诸圣赞叹二十六者聪明离根二十七者饶舍明心二十八者毕竟成佛佛子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利地藏心我闻地藏本愿所许赞叹赞礼得其中利益一者出生身体二者果业消灭三者诸佛不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寿命解脱七者毕竟成佛二十四方一切如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即大菩萨天龙八部万寿迦牟尼佛真言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尘有十世道理天圆无量相法天意浊音
当人所知，摩尼佛智地藏菩萨，一切众会诸佛赞礼佛赞佛，地藏菩萨本愿尽尽舍利婆利婆地，求我求我地，陀罗尼地，利诃罗地，摩诃萨地，真念真地，娑婆诃，利婆利婆地，求我求我地，陀罗尼地，利诃罗地，毗利利地，摩诃萨地，真念真地，娑婆诃，利婆利婆地，求我求我地，陀罗尼地，利诃罗地，毗利利地，摩诃萨地，真念真地，娑由正会主办，佛历2566年农历2月23日，西历2022年3月25日星期五，以此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的功德，
愿正慧宏法的法师法体安康，久住于世，转正法轮，福慧圆满，六时吉祥，不竟成佛。回向功德方名如下：圣空长老、正音法师、显空法师、洞宏法师、圣杰法师、定培法师、通泽法师、显伟法师、常林法师、道元法师、国庄法师、湛远法师、普元法师、定仁法师、宏愿法师、定慈法师、定平法师、定照法师、定印法师、定宽法师、显忍法师、显身法师、道可法师、潘宗光教授、陈建王教授、凌浩云先生、卢丽爱医生、冯孝忠先生、李家伟先生、黄艳凤居士、黎国权先生、黄广昌先生、林国才先生、张慧芝女士、欧佩仪老师、黄思丽坤女士、Ken Kong 已故李少慧老师，亦以此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的功德，回向以下人士及其历代祖先，愿亲债主能解冤释结，业障消除，菩提增长，身体健康，往生净土，不竟成佛。所作皆办，功德方名如下：陈瑞晶、陈炳君、陈乐如、陈秀英、陈连友、陈志浩、陈伟忠、陈以尊、陈瑞柳、陈伟豪、周耀祥、周德海、周启贤、郑妙梅、郑心炯、郑依彤、郑永强、郑伟汉、张凤英、张丽云、张庆和、张婉琪、张旭佳、张俊才、张杰、赵吉美、朱根立、徐家强、徐恩国、范家坚、范秀贤、冯成俊、夏祖德、何银、何子轩、何佩玲、何秋儿、何仲贤、韩爱玉、金顺之、郭伟明、赖佩仪、黎智英、林佩仪、林少宇、林佑光、林珠英、林美宝、林有峰、刘成芳、刘少文、刘国本、刘展鹏、刘永军、李昌琪、李昌珍、李统、李长志、李长策、李允林、梁慧珍、梁金妹、廖美颜、廖允婷、卢铭伦、文美璇、明剑珠、莫善文、伍家龙、吴松、吴元华、吴思琪、吴炳泰、魏娟、柯月华、柯俊业、柯伟南、戴淡宁、戴伟英、戴素英、戴清兰、邓小贤、邓维康、邓张丽云、谢汉辉、谢家浩、谢永恩、谢家文、谢佩嘉、谢瑞之、黄子文、黄子健、黄子超、黄朗瑶、黄窝妹、黄双珍、黄忠浩、黄锦康、胡巨华、叶庆华、叶俊朗、叶浩林、叶希彤、袁瑞平、Ella、Lucia McDonald、Damian McDonald、陈俊辉合家及其名下公司，心想事成，身心安康，如意吉祥。陈晓霞合家及其名下公司，李亦彤合家及其名下公司，欧杰仪合家、陈丽娟合家、周君海合家、郑琳琳合家、张慧芳合家、程玉祥合家、夏祖辉合家、夏祖明合家、夏祖文合家、何炳全合家、何志强合家、纪伟东合家、江宝提合家、李文超合家、李丽莎合家、李桂蝉合家、梁耀华合家、吴华成合家、吴宝定合家、温成发合家、黄显维合家、黄光峰合家、胡永俊合家、蔡太、庄少娟合家、香港前线医护人员、均素食餐厅诸事顺利，浅行初心，推广素食，在经济寒冬期渡过难关。以下是往生者的芳名：欧碧仪、欧志豪、陈宙、周远飞、张永、张少松、赵贝禄、夏祖贤、夏祖伟、何少卿、洪菊花、纪桂成、
顾永贤、黎娇、黎戴、黎苏、黎浩华、林立新、林建斌、刘淑贤、李树伟、李体、李景仪、李永东、李灿基、李志昌、梁少玲、梁木英、廖文琪、卢建生、马卓明、麦远芳、文涛兴、吴富良、吴永杰、莫可聪、吴国权、吴凡真、伍翔、颜雪芬、颜连秋、柯铁炎、彭醒芬、邓小翠、谢瑞麟、徐玉凤、谭正文、黄素娥、黄国栋、黄敬聪、杨丽、江毛玉平、李冯淑琼、黄李淑贞、再生的宠物波子、栗子、叶玉松、九九一哥、女女、黑黑、黑妈妈、往生的宠物爱犬菲比、狗狗阿菲、福头、瘦仔、主娃娃小狗细 B、 所有仓鼠及小动物莎莎，回向给香港，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希望人人有内心平静的力量去面对困苦。愿所有受到伤病以及新冠肺炎病患的众生早日康复，活动自如，身心舒泰，无有病苦。也因感染新冠肺炎或者种种原因而往生的众生，愿他们得生佛的净土世界，早日脱离六道轮回之苦，共修福田，早证菩提，皆成佛道。亦以此功德回向给所有众生，愿他们身心健康，福慧双修，同源种子，同成佛道。亦以此功德回向给大屿山六湖精舍，祈求整修工程顺利，阿弥陀佛。亦以此功德回向给青山古刹，见地藏菩萨圣像顺利圆满，阿弥陀佛。Yeah.
乃至无老死。
也无老时间，无苦且迷瞪，无知也无得，也无所得过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愿力等到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十大神咒，十大明咒，十无上咒，十无等等咒，能摧一切空，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达多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揭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达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揭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达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